政策自己发想的能力是零分，但是抄袭人家的政策然后赶快傻逼，这是100分。我觉得选他干什么？只会抄别人的东西。他说心虚的不是他，好像一个小孩子打破玻璃杯马上说打破玻璃杯的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其实就是你，什么不是你？政策自己发想的能力是零分，但是抄袭人家的政策然后赶快傻逼，这是100分。我们想表达的是说，我们其实不是随便喊一个1000亿，蔡总统说1000亿，我说他就是傻逼100分嘛，1000亿。